政府向各位报告，台东富冈港扩建交通。富冈港位在台东市的东北方六公里处，那么原来的旧名叫做茄兰港，客货运的交通的母港。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的码头，以及2.45公尺的薄地，目前的情形呢，使用情形，使用密集度，码头的部分已经达到了125%。那么薄地的部分呢，已经达到了160%，船和客货船共同使用，交通动线比较混乱。那么目前呢，国民旅游对于货物一般的散达货运到绿岛和蓝屿的这个货运打光据点。以上呢是针对进台东富冈港进在交通部所拟定的台湾地区整体国内三港设立国内三港的部分呢，台东县政府建议行政院能责成有关单位积极来办理选定当时的工作。攸关台东县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计划。不过在我还没有回应之前，我先介绍我们行政团队这一次陪同来的各位工作伙伴一是交通部林市长，还有台东行政区朱局长，农委会陈主任委员。台东县而且有两个敌，对于东部地区的开发跟离岛的建设，行政院把以往有所偏私的这个政策想尽办法要把它调整过来，所以我们曾经核定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的发展计划，当中有包括富冈港的扩建计划。那刚才所简报的富冈港扩建交通专用码头计划，是交通部全部来负担所有的扩建预算的费用。那这个在今年呢，我们用2亿1116万元，我们希望这个扩建计划预定在明年底能够完工。这个除了对东部地区发展非常有帮助之外，也能够提升绿岛、蓝屿两个离岛跟本岛海上交通的可及性。也就是说，对于东部跟离岛的航口及政府正积极推动的国内旅游发展方案，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费用完全由中央来负担，但是交给地方政府来执行。那今天首次到这里，我们希望针对
钢港扩建能够如期直至，最好是提前能够完成，这是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在刚才简报当中，我们实际上的进度比预定的进度还超前。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肯定台东县政府的努力跟工作同仁的辛苦，我在这里表示最大的肯定跟感谢。我们在这里呢，这个野心天好，谢谢，来来来。